来吧，听一下，咱们新闻继续啊，嗯、接下来说一波神操作。哎，说这飞机上啊，有人跟空乘要窗户，你说应该咋办呢？这坐飞机呢，想要看窗，想要靠窗户看风景，这是很正常的事儿啊。嗯、咱们登机之前办理登机牌的时候呢，专门啊挑一个靠窗的位置不就可以了吗？嗯，但是呢，这登机以后，大伙儿对于号入座啊，想要再换座的话。 可就有点困难了。嗯，听听这最近啊，有一位日本网友是分享了自己坐飞机的经历啊。当时这空乘啊从身边经过，就问大伙儿：“嗯、先生，请问你想喝点什么什什什么饮料啊？”哦，这个时候呢，自己旁边的一位男子就脱口而出了：“嗯、那啥，别的不用了，你给我一扇窗户吧。”其实这事儿吧，也不能怪人家提出要求。 啊，这名男子呢，本来的座位啊，就是在最里边啊，应该是登机前专门选的靠窗的位置。但是没想到呢，登机之后啊，迎接他的不是窗外动人的风景，哦、而是一面空白的舱壁。对，因为飞机上的舷窗呢，并不是按照内部座位的位置来分布<对>分分配的啊，这没办法保证每一个靠窗位置的乘客都能拥有一扇完整舷窗的视野。但是像这位先生这种专门挑选了靠窗位置，但是却一点窗户边都没。 碰上的也确实有点闹心了。但是呢，你说临时想换到靠窗的位置，这个真没有啊。嗯。不过啊，让人想不到的是，这乘务员当场表示。 没问题，乘客，您的要求我们会尽量满足。随后呢，乘客确实是瞬间拥有了一扇窗。嗯，乘务员在一张纸上画了一扇窗，还相应的画出了窗外应有的风景。你看，蓝天白云，甚至还有大海，私人定制的专属风景，怎么样？哎呀，这就不得不好好的夸一夸了啊！这位乘务员。 可真是个小机灵鬼啊！<laughs> 不少网友呢也都跟你的想法一样啊<吧>，觉得空乘做的很好嘛，不仅成功的化解了危机，还特别有创意，让人心情愉悦。其实呢，从这位乘客睡着的样子来看啊，这哥们儿应该也是挺满意的，毕竟呢自己的需求被人家是认真对待了哈、啊。说这下。